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早安！今仔日是圣日，咱搁一摆来到伫圣殿，要敬拜咱的主。咱知影每一摆，咱要敬拜主的时阵，咱拢爱三脚来思想主的话语，和主的话来呼召咱敬拜。以后咱要三脚祈祷。现在无论你是伫厝内，还是伫礼堂内面，拢请你站起来。咱要三脚来读主的话语，请咱大家安静，三脚来听主的话，怎啊呼召咱来关注伊。圣经讲：上帝啊，我的心坚定，我要用我的灵歌唱甲颂赞。耶和华啊，我要伫万民中称谢你，伫万族中歌颂，因为你的慈爱伟大。关过诸天，你的信实上达云霄。上帝啊，愿你被尊崇，赢过诸天。愿你的荣耀遍及全地。求你用正手拯救阮，应允阮，予你欢喜的人得拯救。My heart is steadfast, O God.I will sing and make melody with all my being. I will give thanks to you, O Lord, among the peoples. I will sing praises to you among the nations. For your steadfast love is great above the heavens. Your faithfulness reaches to the clouds. Be exalted, O God, above the heavens.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, that your beloved ones may be delivered. Give salvation by your right hand and answer me. 来，咱大家阿头，咱来三脚祈祷。阮感谢听阮的主，和阮今仔日搁再通聚集伫你的脚前。你是阮的天父，阮是你的仔儿。阮做仔儿的人，每一摆通亲近主。阮心灵就欢喜，每一摆知影讲是敬拜的时间，阮拢将这段分别为圣，专心、专意、专灵，要到主的面前来吟诗，到主的面前来读经，到主的面前来祈祷，到主的面前来学习主要想事的信息。阮恳求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加添阮在软弱、容易跌倒、常常会犯罪的人。主不是阮爱犯罪，却是阮软弱。阮时常受威胁，常常受欺骗，常常家己无小心，常常家己软弱。总是基督耶稣听阮世间人，伊为着阮的亏欠。阮的失败，阮的罪恶，放杀家己，伊的身躯挂伫叉头顶面，伊的宝血为着阮流出，何等伟大的大，何等伟大的痛，大痛临到民间，阮要怎啊无阿罗主的名呢？阮要怎啊无接受主大的救恩呢？但愿主家己伫你的百姓中间。热烈阮的敬拜，予阮将全人摆伫祭坛顶面，当作活祭，因为这个是应该的，是理所当然的。感谢救主，救主你也保守阮伫这个疫情的时代，会通逐日小心，啊，逐日求主保守，啊，保守阮每一个，啊，保守阮厝内的人。也保守阮的国家，予大事通早日恢复，予阮逐个人有法能够三脚来到伫圣殿，三脚坐落来，三脚吟诗，三脚敬拜，彼此问安，互相鼓励，这个是阮所喜爱的。但愿主你家己伫你的时间内成就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，阿门。现在请坐，吼，咱要三脚来吟诗。这首诗就是《圣哉万民的大主宰》。
感谢主，咱无停的阿罗主，所以现在这首诗真正是阿罗的诗，阿罗伊，阿罗伊，咱搁三甲来吟这首的诗。咱感谢主，现在是咱要听主的话语的时刻。咱每一摆到圣殿的时，应该是咱就献给主，无论是献咱的诗歌、阿罗的诗，无论是献咱的祈祷、感恩、救恩的祈祷，还是献上咱的奉献，还是献上咱经过的人，总是每一摆来，应该是就献主，搁送给咱伊的话语。这个是真正水的一项代志。现在咱大家三个闭关心，咱要来听主的话语。今仔日咱要继续来思想腓立比书这本的书信，是保罗写批和古代伫腓立比这个城内面的基督徒。这摆是已经第四讲了，咱来三个看。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呢，咱该分做三部分。头一部分是第一节到第四节。以后呢，十八节到二十一节，迄个主题是三重的，所以咱该连做一下。第二段是第四节的下半段，到第十一节。以后个第三段是十二节到十七节，安尼拄好一章拢讲了。咱若规章讲的时阵呢，即个规章的大意啊，吼，就是讲迄北较大的多话，咱就看得搁较清楚。啊，以后恁有时间爱详细一节一节的看，恁通伫你的小组，啊是伫你的查经班，啊是伫你个灵灵修的时阵，阁继续去看。咱来三甲看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保罗讲：最后我的兄弟啊，恁着我靠主喜乐。我写在为何恁，伫我并无艰苦，对恁却是妥当的。保罗讲这句话是啥物呢？讲我现在要甲你讲的物件，以前已经讲了，唔是新的。总是你阁叫我讲一摆，迄个袂艰苦，我袂要紧，我会做阁讲。
总是现在有必要着讲，对恁是妥当的。那看英文的翻译是讲什么啊？为着恁的安全啊 ，For your own safety, I will repeat things that I have said before. It's okay, it's no bother for me, but it's necessary for your safety. 咱来看保罗到底是要讲什么话？在第二节里面，伊讲恁要提防迄块胶，提防。最歹的提防行甲咧，遮讲到三项的代志啊，是啥物呢？伊讲有一寡叫做狗啦，啊，再个有最歹的人啦，啊，个有一寡外科肉体的。到底在讲到狗是啥物呢？啊，咱家己会去想个吼，咱中国人啊是讲亚洲人唔爱互人叫做狗吼，人若讲你是狗，咱真无欢喜吼。啊，总是伫犹太人的中间，就是保罗迄个时代，用狗这个字呢，是搁较惊人诶。咱来看圣经哦，只若看一节就好，其实有几节个吼。咱只若看一节，圣经讲到狗是啥物呢？伫遮咱看见伫启示录吼，讲到这个新耶路撒冷伫新天新地的内面，圣经讲迄块洁净家己的衫诶，是有福气诶，因可以有权利。到生命树那裡，也可以对门进入到城里面，在城的外面有那块狗，那块惊邪术的、淫乱的、杀人的、拜偶像的，以及所有喜爱讲白贼话和实行讲白贼话的人。这讲到什么呢？上帝和约翰看见这个异象，有新天新地、新城耶路撒冷降临。啊，这个圣经这段甲咱讲，什么人是伫耶路撒冷城的内面啊？唔是今仔日迄个伫中东迄个城哦，是这个新的天城耶路撒冷城。什么人伫天城的内面啊？就是即在个呐，伊的泡有摕去洗清去啊。咱知影讲圣经甲咱讲，基督耶稣的宝血甲咱洗清去。所以呢，在人有可能入去城的内面，有可能食生命树的果子。城的外面是什么人呢？狗、惊邪术、淫乱、杀人、拜偶像、讲白贼话，就是讲什么啊？犯罪的人，因犯罪罪无处理，无得到赦罪，所以因无可能进入到天城的内面，因就放伫外面。所以讲到狗呢，唔是讲到一寡动物，是讲到一寡人。在人是干哪子呢？因无要徛伫上帝迄一边啊，所以呢，古早的犹太人啊，就讲在唔是上帝的选民的人哦，甲因叫做狗啦。所以耶稣八一摆咧医病的时，啊有一个人要来求，吼、哦、啊耶稣讲，因为行里多丁的食物，乃做提互狗食啊。哦，总是这个妇人人，伊真有信心，佮真谦卑讲。不过囡仔有时食哦，落几块伫涂骹，狗去该食，啊都无歹啊。哦，伊也明白犹太人讲到狗的意思。狗是甚物人呢？就是无伫上帝的恩典内面，无伫上帝的救恩内面，无伫上帝的旨意内面的人。这段经文保罗讲，你着小心迄块狗，伊是讲到。会伫比较会吼，有一寡人呢，唔是伫恩典的内面吼，无接受这个福音吼，所以因保持因过去的信仰，无要谦卑伫十二架面前，和十二架的恩典来拯救因。伊讲怀狗就是最歹的人吼，无按照上帝旨意来行，啊行世间人家己爱行的道路。伊个讲仔人是外靠肉体啦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讲到宰人哦，是强调什么啊？哦，摩西的律法呐，迄、那个旧约已经过去，已经旧的咯。耶稣已经设立新约咯，因原在爱迄个旧的，无要迄个新的。所以呢，因要按照行格例咯，守律法咯，来满足上帝的心哦。所以这也是外形的，哦，是 outward sign 哦啊。啊，保罗讲呢，宰人靠肉体，哦，啊，佮落去保罗怎话讲呢？伊讲其实咱即仔哦，讲到在信道咯，
靠上帝的灵来敬拜，在基督耶稣来夸口，你无依靠肉体的人，则是受割礼的。虽然我有理由可以依靠肉体，保罗讲到什么呢？因怀是高，因为在救恩外面。咱在救恩里面叫做什么呢？在基督里。再一摆讲哦，保罗咧讲是古腓立比的一寡人。伊将徊人叫做教，就是讲什么呢？因无要得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恩典是要予咱有法能这个按照上帝形象所做的人，将人啊真正的意义，将人真正的价值活出来。哦，啊，在人唔爱，唔爱，所以咱像唔是人呢。哦，啊，所以咱像是动物，咱像是教。伊讲相对啊，是什么呢？不是教是什么？在基督里，因是怎样要做派？咱是靠圣灵，圣跟派是相对的，圣是白的，是好的，哦，啊，派呢是那个阴的，那个黑暗的，哦，是这样。啊，因是靠肉体，咱无靠肉体，哦，所以这是讲到什么呢？这个第一段是讲到，在基督外跟在基督里两挂的人。十八节阁落去也是安尼讲，你看，保罗讲我常常甲恁讲，现在阁流着目屎的讲，有真侪人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啊！因结局是灭亡，因的神是家己的百刀，因以家己的受辱为荣耀，所想的拢是地上的代志。保罗这阁讲落去了。这些人将什么呢？将他见笑的代志当作是他夸口的代志。好，有时阵咱在做人的安尼，好，伊啊做派总是将迄个派当作真荣耀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伫种个插档中间，好，有时阵夸口讲我偷偌济，你真啊偷很少，将迄个其实是啊弱的，哦，当作是荣耀，讲是安尼。啊，以食为天是啥物呢？咱中国人。啊，就真正熟了，将百度当作是天呐，当作第一重要。我呐，我能食饱啊就好，啊这样物件也袂食力，也袂刺我，这个就无什么价值。所以呢，保罗讲，这些人呢是顾家己的百度啊，因唔是咧看上帝，是咧看家己的百度有得着满足无。第三这句真重，伊讲什么呢？因是基督的敌人 ，enemies of Christ。嗰落去圣经讲什么呢？伊讲，但是咱啊是天顶的公民，切望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对天顶降临两项咯，黄色的一个，蓝色个一个，咱阁看煞落去，伊要运用迄个和万有归服家己的带领，改变咱这个卑贱的身躯，甲伊荣耀的身躯三项。再嗰落去呢，讲三项。咱是咧停待迄个荣耀的身体，哦，同时呢，咱是咧切望主的再来。所以呢，即在基督的敌人啊，是基督的敌人。啊，咱在唔是基督的敌人，咱是接受基督的，咱叫做天国的公民。所以你要注意一下，讲啥无？保罗甲腓立比的兄弟姊妹讲。您就提防在靠肉体基督的敌人，你就提防因。咱常常讲属灵的征战，属灵的征战，哦啊，咱咧征战唔是对属血气的，咱是对迄个灵界，哦，诶，这个分子啊，底下咧征战，是诶，有影属灵的征战是真诶。是实的，有的人和鬼缠呢，有的人和鬼压呢，这个是属灵征战第一明显的时阵。总是你知哦，保罗写腓立比这张批的时阵，你知伊伫倒落无？是啊，伊伫监狱内面啊。什么人该掠去坐监啊？是魔鬼无？是不是魔鬼派两个小鬼，甲保罗掠去，将家门开，该摔入去，啊门阁关起来，该锁起来？唔是啊。将保罗送去坐监的是人啊！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阵，什么人该钉？耶稣受审的时，什么人该掠去审啊？
耶稣受打的时阵，是咩人的手甲伊打啊？拢是人。咱一方面有属灵的征战，另外一方面有人间的敌人。这人唔是咱去找伊要冤家，乃是伊本来就甲基督冤家了。伊是基督的敌人。当你选择基督的时阵，因真自然会变你的敌人，唔是你选择的，是因挣扎已经选择的。你唔是选择要做伊的敌人。你是选择要做基督的门徒，总是因为伊对付基督，所以伊也是对付你。早期的基督徒嘛是安尼，因信主耶稣的时阵，就和这个亚未信主的扫罗还是保罗来逼迫因，因都无去跟伊冤家啊。不过这个未信主的扫罗本来就是咧对付基督甲伊的门徒，所以当人加入做基督教会的人呢，就正做未信主的扫罗的敌人咯。咱今仔日也是安尼。既然咱有敌人，咱要怎啊款待咱的敌人？我有一个朋友，伊是一个美国人，伊是做宣教士，伊到伫亚洲去传福音，去加册。以后呢，伊有一摆倒去美国，吼，咱在宣教士常常就倒去伊家己的国家去休息。当时呢，去找怀支持伊的人，甲因报告讲我伫啊这个亚洲做的工作是甚物款。好，或者人知影讲，哦，咱支持伊，原来带领遐侪人受造就信主，因也真欢喜，大家三甲欢喜。伊讲伊倒去的时阵呢，就甲美国的基督徒伫咧讲话，讲到甚物呢？讲到九一一的代志。九一一就是甚物呢？就是纽约两块大楼哦，摔落来啊！哦，啊，所以讲在美国的基督徒提起这样代志的时阵哦，因怎啊讲啊？伊讲 ，we should go and bomb them。咱就去跟他们轰炸，说到什么阿拉伯人 Arabs、哦、这个宣告师听起来他也艰苦心，他说不是啊，既然他们这样，咱就去跟他们传福音，让他们信主啊。你有看到两个无相同的反应，两个都信主，一个说、哦、他们如果是很坏，咱就跟他们大炸炸，让他们的城市更烂、啊、这个宣告师是什么呢？既然他很坏哦，咱就将福音给他，他不知道会变好。两个不同样的反应，是啊，是这样。什么意思呢？耶稣说，有人跟你说听厝边混敌人，我跟你说不是，你就听你的敌人，你就退基督。这个宣教士说的对，这些人需要福音，他们需要耶稣。虽然他们是美国的敌人，总是呢天国的福音他们也能有份，因也是会通改变，会通真做基督的门徒。为什么啊？这个美国的基督徒会讲，咱会去给炸？为什么啊？因为迄时讲话哦，唔是凭圣灵啊，乃是凭什么啊？凭血气啊！所以咱伫遮要学习的是什么呢？提防敌人，唔是讲要训练，是要听人推人基督，并爱带多。只靠圣灵，无靠肉体。属灵的征战是真的，人间的敌人也是真的。反对耶稣要试探耶稣的魔鬼是真的。在世间人中间，反对教会、反对圣经的人也是真的，拢有。咱若只会晓对付魔鬼，未晓对付伫地顶福音的敌人，咱就伫这个战场顶面呢，无完全，咱只能拍一面的战。要怎啊拍呢？凭听心为因基督，所以就听伊为基督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就用基督的力量来反对因的作为。你知今仔日有真侪国家，有很多人在运动，在 campaign， 要改变国家的法律，要容纳一些不符合圣经道德的人的要求。 Anti-Christian bills， Anti-Christian laws， 什么人做？是人、哦、所以我们听这些人，总是他们的 project， 他们的工作，我们就该反对、哦、我们就在基督里面抵挡这款的工作。有一日，你甲我要徛伫主耶稣面前，
主耶稣欠菜问你甲我，讲你伫地顶，你有抵挡因无 ？Did you resist them when you were on earth？ 欠菜咱咧讲主啊，我都想要抵挡因，总是哦，因开力遐尼大，钱遐尼巴，支持因的人遐尼多，我都知影讲我实是袂赢的啊，所以就是安尼讲。主耶稣讲，我唔是问看你会赢啊输啊，我是讲你有抵挡因无？I didn't ask whether you win or lose. I'm just asking, did you resist them? 当咱将福音将上帝话语摆出来时阵，迄个就是抵挡，就是会知影讲有一个上帝伫天呢，伊听你甲我，咱唔通做即款的代志来得罪伊，来伤害伊的心。咱应该敬畏伊，伊会祝福咱，伊的道路是最美好的道路。来，咱阁落去三甲看第二段。第二段是讲到新主之前的保罗，甲新主以后的保罗。新主以前的保罗是安尼讲：如果别人认为可以靠我靠肉体，我搁较会做哩。我第八日受割礼，属伫以色列民族便雅悯支派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。伊只讲到什么呢？我是第八日。受割礼，唔是八岁，唔是十八岁，国家唔是七十五岁，哦，啊是八十七岁，哦，就是讲我生出来就已经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哦。照摩西所讲的第八日就受割礼。了，我是什么呢？我知影我的支派是什么，我知阮安祖是谁啊？我是便雅悯支派。咱知影讲到伫比罗以后，真侪犹太人呢，伊的家谱未清楚啊。所以人会怀疑讲你到底是真犹太人无？你是倒一个支派啊？你一直讲阿伯特罕的后裔，阮都无晓认迄个啊！你是倒一派？伊若无能证明伊是倒一派的人，普通在列比哦，未将伊当作是犹太人。保罗讲我是真清楚的，便雅悯支派。哇！伊个落去讲，按照律法来讲，我是一个法利赛人；按照热情来讲，我是必必教会。按照律法顶的义来讲，我是无可指责的。哇！头一个讲到律法，守律法上阿第出力啊！法利赛人伊讲，阮是头名的迄挂啦，恁袂比阮更加好了啦。第二，热情来讲啊，我必必教会，因为干呐是因摩西律法讲假先知就该拍死啊，所以我就真是去跟人掠，跟人害死啊，是很热呐。哦，第三是咩呢？律法的义，我是无可指责的。律法所讲，我达行招来啊，守安息日，我就守安息日；十一奉献，我就十一奉献。得罪主献赎罪祭，我就献赎罪祭。不但安尼，我拍死假先知啊！什么人是假先知啊？怀传错误的道理是假先知，怀是基督徒啦。保罗讲，我敬拜是安尼啦，烈啊到迄个地步，敢奉耶和华的名去拍死人啊！因为干哪子？我觉得讲，因是假先知，是歹人，是异端的，迄个时阵未晓得嘛。佮落去讲甚物呢？信主后的保罗煞无同咯，连你以前对我有益的，现在因着基督的缘故，我拢当作是有损的。不但安尼，我也将万民当作是有损的。你看迄个红色的字，佮蓝色的字，讲吼，以前有益，现在有损，因为我以认捌我主基督。为之报，为了伊，我将万事拢牺牲，看作毁灭，为了要得着基督。保罗讲，我将基督当作第一宝贵的，因为安尼呢，出内哦，所难奔受。意思是甚么呢？伊讲我保罗用顶摆觉得甚么有益处啊？我是平安民支派第八，你就割咧我守律法，种在囊中，这是我的骄傲。我觉得讲对我的灵命真大帮助，对我有益处。现在发现讲哦，囊中唔对啊，囊中是粪扫啊，顶摆唔是咧食补药，原来是咧食毒药啊。现在发现基督新生命，怎样讲第一宝贵的呢？就是个哪只耶稣基督，并且得以在伊内面。唔是有家己因律法立得的义，而是有因信基督立得的义。这头一项哦，就是基于信心对上帝而来的义。和我认捌基督甲伊
国外的带领，伊个第二项咯，并且伫伊所受的苦顶面有份，第三项咯，受伊所受的死怎样，我钦差可以对死人中国外。保罗只讲到三项代志，因信基督的义，即是甚物呢？保罗已经得救了。咱信主迄一日呢，做滴着下面伫上帝面前，当作是无罪，当作是义人。唔是讲你二十四小时后才有效，无，迄时就算了，哦，所以已经成了，是过去的代志。伊讲伊国外的带领者，这是以后基督已经国外了，总是基督的国外，和咱以后有可能国外。所以这国外的带领啊，有一日咱会看到，伫倒落啊，伫咱家己的荣耀身躯顶。第三，伊讲伊所受的苦顶面，咱爱有份，这是讲到现在。高天堂无受苦，未信主以前无为主受苦的代志，连为主我都无咯，搁要为主受苦。总是到信主后，也未到荣耀的身躯迄个日子，中间啊，今生的道路，伊讲什么呢？伫伊所受的苦顶面有份，咱来看这下，今生有必为主受苦。保罗讲，咱有份伫基督的苦难。基督的苦难，唔是因为做歹犯罪受刑罚的苦，乃是为了做好，要帮助人，要教导人，要拯救人，迄款的为义受苦。咱伫伊即款的苦顶面，咱要有份。佮讲一摆，唔是咱犯罪受苦，乃是咱为着要对主忠心。离受世界反对福音的人的艰苦带来的逼迫，是迄个意思。使徒约翰真够讲道，真够骂人，连国王伊也敢去甲伊讲，啊讲了落尾怎啊呢？伊就付代价，伊就去坐监，落尾伊就受死。古约时代先知亚利米，上帝可以真多的话，伊隆重就讲。总是上帝好意的话出去讲了，人的受气，人的起生命，人的要害伊，伊也是去讲，伊为着忠心而受苦。耶稣基督在世的时阵，法利赛人伊该大骂，学生讲先生啊，你安尼讲你得罪因啊？耶稣无讲安尼，不要紧，下摆唔通讲，讲无，这都是安尼教讲，哦。因为人心里面的肮脏出来，那个才是真肮脏。那是无洗手生入去嘴吃，那个不是第一件人的肮脏。耶稣安尼讲，耶稣得罪真多人，耶稣落尾给宰人害死。伫这个人讲什么呢？为主受苦。保罗讲过去我跟你有约束啊，买物件。现在我唔得咯，现在我要什么啊？我要基督。包括什么啊？为伊受苦，你有愿意吗？为主受苦，咱这个世代较少听见这款的道理。咱常常讲，咱蒙福，哦，家庭好势，经济好势，大行好势，哦，啊，要怎话有成功的婚姻，有成功的事业，总是讲到受苦呢，咱较少讲，吼，啊，有一款人也是较唔爱听这个艰苦。代志总是圣经个难讲，基督有敌人。当你徛伫基督迄一边呢，再敌人也是会来接你，伊也是会来对付你。伫遮讲着，今生有必为主受苦。今仔日的世代，迄、那个敌基督的声音愈来愈大，迄、那个敌基督的精神愈来愈惊人。哦，啊，求主怜悯咱。咱就必办心，愿意徛条为主受苦。为主受苦有时阵会有损失呢。你在耶稣一摆对死，一摆对死来个话，有一摆五夜问道显现，伊就问彼得讲：“彼得啊，你听我比在较做袂？”哇！彼得听到讲：“主啊，你在我真听你。”刚才今仔日主啊是问你这个。你听我比较听这个无？你这个哪个放杀会做的袂？欠债是咱的财产啊，一顶车你放杀会做的袂？
这间厝若去无去的做入袂，什么会帮杀你，什么袂帮杀你？你的自尊心 pride 会做帮杀袂？有的人爱甲大家人好好，甲大家人好好其实真好，也爽大家人爱人。总是有时阵搞伫真理立场啊，有时阵唔是咧甲大家好好咯，是咧对真理的忠心。当咱最对真理忠心的时阵，啊，有时阵人会无欢喜咱，咱愿意帮杀起来无？人误会咱，人受气咱，人唔爱咱，人攻击咱，咱失去朋友，为主受苦就是安尼。所以咱要警醒，要避办。为主受苦，因为过来的日子可能咱就为主受真正大的苦，咱就必担心。哦，过落去讲什么呢？基督为至宝，万民为会，甘心乐意有份的主。你就在当你为主受苦的时阵，咱会最欢喜啊，因为这是有份的主。Suffering it's not unpleasant.But we rejoice because when we suffer for the Lord, we have a share in Him. 有什么比那个更好？求主帮助咱，愿意。第三段呢是十二节到第十七节，咱个三格来看。这边不是讲我已经得到了，已经完全了，而是极力追求，好好我可以得到基督，耶稣俾我得到的。兄弟，我不是以为家己已经得到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未记得背后努力面前，按着标杆极力追求，为要得到上帝的基督耶稣来召我往顶面去得的奖赏。这第三行讲到什么呢？今生为道，目标为向。哦，你若再落去，你注意看哦，这三项，唔是讲我已经得到了，而是极力追求。头一个哦，第二，我只有一件代志，就是未记得背后努力，也第二哦，面前。第三，向着飘看啊目标，极力追求，也第三。那看第一甲第三是三项，个伊是蓝色的，中迄字无同，伊是啥物呢？红色的，这两字字的意思无同。你若看迄个蓝色的迄字哦，伊主要是讲有一个方向。哦，即个红色的是讲什么呢？大大出力呐！咱中文的翻译无将迄个意思提出来，因为加了极力这两字字，应该呢啊，唔是安尼翻译哦。你若看希腊的原文呢，迄个蓝色的是讲到有一个方向，你往迄个方向冲。然后迄个红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讲哦，咱的枪唔是安尼呢，乃是安尼呢，强强冲出去。你在人那咧赛跑啊，吼、哦，咧啊赛跑的时阵，咁是走走走啊，特别到最后迄条线哦，伊规个颔棍就突出去，规个身躯突出去，伊无能突真久啊，真系突一两秒钟啊，总是迄时第一紧张就规个冲出去，规个头，规个肩头，规个突出去，啊，唔忘讲伊先过迄条线个，是迄个意思呢。所以这样要下去讲呢，是两项。头一项，迄个方向要真清楚，唔通改变。第二是啥物呢？是迄个热情啊，迄个热心啊，要坚持咧，袂做去失去。所以这两字合起来，互咱看见这两项，咱袂记得背后尽力 exhaust 是讲用啊了啦，哦。往前，前是方向，前力是什么呢？是迄个热心，求主帮助咱，哦，你若注意看，即个红色的甲蓝色这两字，将独家迄两字字哦，该配合起来，是迄个意思，求主帮助咱，哦，啊，即、这个啊，保罗也未信主的时阵，伊逼迫基督徒，伊要害死基督徒。迄个时阵怎样呢？有火烈无？尽烈呐？问题伫倒落啊？方向唔对啊？应该是火烈咧传福音，咪火烈咧反对呢？哦，保罗出去传福音的时阵有真侪同工，其中一个是提马。哦，后来保罗
写这个批给提摩太的时阵，伊讲伊艰苦是因为弟妈已经离开了，伊走去帖撒罗尼加，所以讲提摩太你着过来，因为现在真啊罗家甲我做一下，你若要来哦，请你踮马可煞该招来。弟妈是啥物呢？是保罗的同工，甲伊去一寡所在传福音，所以伊有迄个系列无？有啊，伊有迄个方向无？有啊。总是到一个时阵，伊才去爱着世界呢。迄个系列无去的时阵，路尾方向会无去。真侪时阵，系列无去哦，路尾方向会全无去。保罗本来有系列无方向，后来有系列个方向。弟妈本来有系列个方向，后来失去系列，无偌久伊失去方向。求主帮助咱。咱做保罗，咱唔通学习弟妈，咱两行个别，咱要有系列，咱也要有方向，好、哦，搁落去最后一段咯。所以咱中间凡是成熟的人，拢应当安尼想。那是恁唔是安尼想，上帝爱将这个代志指示恁。不过，咱到了什么程度，就着照着什么程度去行。兄弟啊，您就三甲效法我，也要留意那位照着咱的榜样离行的人。这讲到什么呢？伊讲着安定度行，注视目标，两项哦，程度，搁有目标 ，level and goal， 这两个是什么呢 ？level。会改变，按照你的程度，顶礼拜的程度，甲这礼拜可能无同，今年的程度可能甲顶年无同，程度是会改变，总是目标袂改变，一直要追求到尾。1949年，中国变色，变色的时阵呢，后来有真侪伫中国传福音的外国人就离开了。就留了中国的基督徒，家己伫迄个所在做主的圣工。伫上海呢，有一间孤儿院，这个孤儿院是一个真听主的基督徒，伊开设的。因为中国真侪人囡仔较侪，无法能饲就唔饲咯，所以将在爸母唔饲的，还是讲爸母死去的囡仔捡来顾。所以在孤儿伫孤儿院内面呢，逐日读圣经，啊学读册，啊个吟诗。到第1951年，迄时呢，所有的圣经去抢去了，所有的圣诗也去抢去了，所有基督教的材料拢总摕得去无半项了。因要怎啊？因要聚会，无圣经，无圣诗，会做哩袂？会做，总是现在讲连聚会煞袂做，基督会也无咯，礼拜也无，逐项无，真艰苦。以后呢，佫经过差不多2年，即搭地方的江山即个官员看见讲，即个孤儿院，咱像袂多啊，就想一个办法去街路呢，摕一寡牌件，会拍人的，会骂粗话的，即款，佮削削入去孤儿院，要互在在新住的囡仔，袂照即个基督教的即个生活处事来生活。路边呢，看见讲入去，咱像也是袂好势啊，所以最后呢，就转将这孤儿院给关起来，关起来了，将在基督徒的囡仔就送去一寡无信上帝的厝内，哦，无神论的家庭去，因全散去了。迄位囡仔去到了，咱煞唔知影咯。总是你知有一项咱知影，当圣经去抢去，圣诗去抢去。基督教的册去抢去，聚会停止的时阵，你知仔囡仔哦，因是囡仔，半夜起来祈祷，因为日子祈祷会予人看见。等大家咧困，因半夜家起来祈祷，有诶祈祷无声，有诶祈祷细声。伊是囡仔，伊做啊到一点，真正水哦。为虾米呢？因为以前阮有祈祷啊。总无现在，你叫我唔通祈祷，我煞无祈祷。你知迄个叫做什么无？程度。
伊已经到迄个程度了。人一直该逼逼，伊袂讲啊，无我讲一个程度，即摆无几多，无。伊到什么程度，就按迄个程度来行。真正水的这件，才是人啊，因会安尼做。你唔好阮日时几多，会做暗时到恁大家咧困，阮起来几多。囡仔暗暝第爱困的，你要叫伊起来是第艰苦的。总是伊内面有迄个系列，因是上帝的子女，所以暗暝起来甲天父上帝讲话。后来掠怀歹囝掠来的时阵啊，故意的固定臆断咯，会偷物件，会三拍，会怎啊咯？迄仔仔基督徒的囡仔怎啊无？伊看起仔人遐尼无处事，遐尼无喜乐，因真艰苦心。推因基督，囡仔咧推囡仔基督，为了干哪？伊无信主，所以安尼，逐日无欢喜，抢人诶物件无够额，着搁加抢，搁加抢，拍人一摆无够额，着搁拍，搁拍，真可怜代。咱着推因基督，互因信主。听到高低得落，毋通搁退，毋通搁降，着按迄个听到。来行，咱的目标无改变。咱的目标是啥物呢？保罗讲要认捌伊国外的带领 ，the power of his resurrection。保罗讲啥物呢？要得着基督，要认捌基督，即是讲到要予人认捌基督，叫做传福音啊。要坚持到迄日见主面，叫做守信仰。今仔日咱面对这个挑战，要传福音无？要守信仰无？这两项拢真重要。传福音是讲叫未信耶稣的人有法能信耶稣，守信仰的人是叫信耶稣的人唔通说唔信，要保守迄个信仰。今仔日咱的目标无改变，总是你到什么程度，我到什么程度，但愿主保守你甲我。安停道行，主事目标，未记你背后，尽力往前，求主帮助咱每一个人。咱感谢主，现在咱来参加吟，咱的回应是：上帝道理顺转正直。
现在咱三个起立，咱要做一个感恩的祈祷，以后咱要用主加是咱的祷文来三个祈祷，请咱大家人就阿头伫主的面前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，保罗伫腓立比的时阵，伊受苦，伊离开腓立比的时阵就写批给因，叫因着喜乐，唔通艰苦，叫因着坚持，唔通放松，叫因袂记得背后。要往正面，往着目标直跑，伊也鼓励因着比班心，为主受搁较侪苦，为主完成搁较大个见证。求主帮助阮今仔日个基督徒也是安尼，互阮知影讲，有属灵个征战，也有人间个征战。因为基督有属灵个敌人，基督也有属地个敌人。求主帮助阮。并爱为着人带刀，传福音，守信仰。现在咱大家三甲来祈祷，主教导咱的祷文。阮伫天顶的父，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伫地顶，亲像行伫天顶。阮日用的米粮，今仔日赐予阮。赦免阮的罪，亲像阮赦免得罪阮的人，无叫阮拄着试探，求阮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，阿门。现在咱来三甲领受主的恩福，但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随着你，无论到倒位去，恩典随着。但愿被上帝的慈爱包围着你，充满着你。但愿圣灵在你我心内面做工，帮助阮，袂记你背后，尽力往前，帮助阮，警醒无比，为主受苦，在主内面有份。今仔日祝福，是奉着圣父圣经圣灵的名，阿门，阿门。各位请坐，咱现在一段时间，咱三甲来默祷，默祷以后呢，咱也有一寡代志要报告，再请咱大家三甲注意。